挺好，不错，咱就住这儿了，啊，住这儿了，不走了。妈，这么闹下去，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咱要踏出这个门，就别想再回来了，知道吗？没见这一家人呢，啊，都是帮亲不帮理的主，以为咱要讹他呢。现在让你妈回去，你妈非一口气憋死不可。我告诉你，黑的白不了，白的黑不了。他郭虎办了缺德事不认账，我这回跟他死磕了。我呀，就心疼我那没见面的外孙呢，这个世上还没见一眼呢，就这么没了。你俩也是啊，谈恋爱就谈呗，有孩子又咋了？结婚不就得了？非拉你上医院去把手术给做了去，这不明摆着背着牛头，他不认账吗？他没见过这号人，我都是。你没事吧？你说，你跟他们这种人置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？啊、就是，爸，要不然咱们去医院吧？去医院吧，这可不行啊！去医院吧，我死不了。胡子，你过来，爸。你当着家里人的面，你说清楚，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？爸，您不相信您儿子吗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不是，我没做。那他们为什么会赖在你头上？啊？要怪，就怪我不该救他。他怀孩子真的跟我没关系吧？他爸，虎子不会说谎。我自己的儿子我清楚。虎子，你过来。他爸，你要不要喝口水？喝口水吧，来。虎子，你说之前这个艾红假装做你的女朋友帮你这个忙，会不会她本来就对你有点意思？听小何说，他是有点喜欢我，但我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我不知道，但我没做的事儿，打死我也不承认。妈，我来吧。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过来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回你给我把住了，你不能再心软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当年我要不是放你那该死的爸走，在哪儿哪至于过这么窝囊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身边没个男人他不行。你别怕，有妈给你撑腰子，啥也别怕。切，反正咱也住起来。哼，
谷子，妈知道你心里委屈。这件事儿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家里人都信你。这兰心第一次到咱们家，就遇到这样的事儿，你一定要跟她好好说一说。她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她会明白的。我知道了，妈。不行，我得把他们娘俩赶走。哎，明天不行吗？不行。哎呀，现在大家正在火头上呢，你这么一去说又吵起来了。你爸还在屋里躺着呢，明天吧，啊，也许他们娘俩知趣儿就走了，这事儿不就完了？你要是不走呢？不走再说。谁呀？来，再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哇，太好看了！是，哎，跟这小花照一个，脸抬上来，哎，对，哎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来个轮花的，来，媳妇儿，你陶醉点，陶醉点。哎，亮哥，这边，哎，行。哎呀，下雨了。哎，累了。哎，不行，我得坐会儿。哎，我说媳妇儿啊，你这照相经历太好看了，跟电影明星似的。你啥意思啊？我平时不好看呐？那哪能啊？啥时候都好看，这还差不多。嗯，终于能管你叫媳妇儿了啊，真好。要吗？媳妇儿，干啥？没事儿，叫叫。什么？哎，媳妇儿，饿没？不饿。你渴不？渴。等着啊。喝吧。这不渴了吗？咋不喝呢？看着这个，我就想起你以前给人拉板车，给人送可乐，那会儿真苦啊！哎呀，那不都过去了吗？咱俩现在这小日子过得多甜呐！嗯，得亏兰心姐借咱们钱啊，不然咱啥时候能买得起车呀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兰心姐这人真不错哈、啊。哎呀，咱爸咱妈要是能接受咱，那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忘跟你说了，昨儿我给家里打电话，咱妈说，咱爸同意小哥跟兰心姐的事儿了。真的？啊！哎呀，媳妇儿，这么大事儿，你咋不跟我说呢？哎呀，我这不光顾着玩，我给忘了。太好了，我带你看天鹅去呗。有吗？有啊，就脖子挺老长的那个。行啊，那看天鹅去。走。许向向天哥说的就是他吧？说着我吧。你哪那么长的脖子？快！妈！哎好，哎好！大早起的，你跑我们这儿嚷什么？啊？我找你，我找艾红。你找我闺女干什么呀？我让她跟我爸妈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昨儿我们闺女说的够清楚了，你没听清是吧？她说了，就是你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哎，懒得跟你说。艾红，出来！你干什么呀？艾红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有没有良心？你想打我？你要是有良心，就把话说清楚啊！你不许惦记，我告诉你，你干什么？你要是太去看看，这又怎么了？
行，你别急。哎，红，你给我出来！还想打人？欺人太甚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出来，我今天我气死了。你有点良心，你就出来，把事儿说清楚，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别呀！你要不出来，我就进去了。想打人是不是？哎，红，你出来！你有没有良心啊？大早起你把话说清楚！虎子！哎呀！你爸在屋里躺着呢，别再让你爸着急上火了。妈，你还想着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呀？真是的，走，妈，走，快点，还想打人你？你真是给你个胆。又吵什么呢？哎呀，羊的病吧，别管。